大家好，我是小强，今天继续开始我们2077的第三个视频。上一期视频讲到，主角和杰克因为偷车成为朋友了。我们看一下今天剧情怎么发展。你好啊，叶之城，我是你们的 Stanley。 咱们的逐梦之城又开始了漫长的一天。我爱这座城市，就像你爱你老妈。想当年她把你扔到孤儿院门口，如今走到街上碰到你，管你要烟抽。每过一天，这儿就会多出180个新来的，但里头只有一半能熬上一年，还是得赶上好年头才行。他们为什么上赶着来夜之城呢？还不是想当上摩根黑手或者威廉老蛇这样的街头武士。有这么一句话记住了，叫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。只可惜人怕出名猪怕壮，活得越过瘾，这人也就越短命。这还不算有人一枪把你天灵盖给掀了。哦，这边剧情就快进了。夜之城的传奇人物知道都在哪儿扎堆吗？坟地里。这个地界英雄呢不看出身，就看你能不能踩出自己的刀。这就是夜之城，这就是逐梦之城。剧情应该结束了。咱们要找的那个妞估计就在这栋楼里，绑架她的那帮王八蛋估计都在这儿。日本节半年后，耳朵竖起来，罩子放亮点。B， 哦，对了，我给你弄了个小玩意儿，军用科技的训练芯片，你要想练练用它就行了。要不要去米亚里练上去吧？在哪里？军用科技的 Jackie， 这可是高度机密的军用级别科技，哪来的？ T-Bug 给的，小妹子还在上面呢，做了点小改动。为什么？看不上别人的东西？不，她说不符合她风格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战斗教学的话我现在先不看了，为了剧情推得顺。现在不行 Jackie， 没时间了，以后再说吧。行行，以后再说，猴年马月。这趟买卖和鸽子有没有跟你讲什么线索？我又不是你妈，收人钱财替人消灾，这不难。好，那来吧，干活。电梯，这边走。救人。这边有个宝箱。在游戏中我就不另外花时间就是找宝箱了，任务推进的快一点。这样去哪里？公寓。有电话。目标叫 Sandra Dossett， 几小时前目标的生物监控信号消失了，疑似是被绑架了。目标可能已经死亡，不确定你们是不是来晚了。我们晚不了 Bug， 对，是我们。就算你远程参加，也跟我们一样是一伙的。一伙的，有意思。杰克说的对，你多少稍微客气点吧。想要客气鼓舞人心的，你可以去打热线电话。拔出武器。路上看到的话就顺便捡一下。目标应该在里面，但我看不到他的生物信号。但愿咱们没来晚。我最讨厌这种要死要活的买卖了，赶紧。进去，进去。不想死。把门一开试试。你能把门弄开吗 ？V。打开远程解除。
这边有几个东西。行了，顺便捡一下。三砖都死了，公司二级梯队人保，咱们找的是个富家女。看，她这是德塔科技的黑石复制品，典型的山寨货。咱们继续找。潜伏，我要潜行去杀他。击杀。哎，这身上还有东西，拿来。撤过去。他人呢？他人已经进去了。这要干嘛？我把他尸体藏起来了。扔进去。还有人，还是这个。我这边这个人已经被他干掉了，好快他！哎，这家伙没有东西。有没有几个？一个人。救的那人呢？找找看，他可能就在附近。应该没活口了。等等等，先都拿了。还有吗？扫描一遍。虽然这不是我的风格，我管用就行。真是日了狗了！不过他已经死了。操！
这应该就是他，目标确认。来晚了吗？他活着吗？那我得看看。V，接入他的生物信号，看看什么情况。他躺在装满冰的浴缸里，里面还有别人。操，冰镇活人吗？别慌，V，就算他活下来，也完全不记得发生的事，潜意识轻微受损，仅此而已。我听说这种情况，活下来的人。 毫无征兆的就会惊恐发作，手突然就抖个不停，就好像掉进冰水里那样。V， 接入他的生物信号，看看什么情况。正在接入。哦，机器人都是这样的。Sandra Dorset NC 57042， 创伤小组白金会员。 白金会员，我去。 掉根毛都能把创伤小组招来，他们可能截断了信号发射，生物信号被黑了，可能是固件被刷或者是神经病毒。等出去再比比题罢了。你也不瞅瞅这地方，鱼缸、冰块、钩子，还有菜刀。哼，那帮啃蛋白条的人干的吧？有了，看看他的神经端口是不是有个芯片，拔出来，这样信号应该就能恢复了。这样安全吗？ 就不能先把它弄出去再说吗？费这么大劲儿，绝不能出岔子。赶紧搞定生物信号，看看它有没有内出血。总之，找芯片，拔出来。芯片找到了，这就拔出来。再检查一下生物信号，有变化吗？好，生者，如果您神志清醒，就这样扔掉。正常治复苏体位，就扔了。紧急疏散部队现在已经出动，预计在180秒内就会抵达您所在的位置。 生物信号说，创伤小组3分钟内就到。90%的营救和治疗预计费用将会由您的白金套餐承担。哎，不是金的，把它从冰块里捞出来。建议，帮我看着点儿，鬼知道还会不会有敌人。我看着呢，V，干你的活。把我抱起来。啊，操！ 快要没心跳了！喂，快告诉我什么情况 ！Jackie 要注射，气动注射器。接着，兄弟，他要死了！我去，他活了！咱们走，把他带出去。啊，就这样就活了？那帮听到副要撤了。 看到了创伤小组过来了，绝对是个损。我这边，我来了。正在停靠，注意避让，保卫程序开始启动，听从所有指示，站在过道上别动。哦，对，走在这边。 TP-133呼叫控制中心，病人 NC 57042 已安全，强心剂已注射，多巴胺70毫克，去甲肾上腺素100亿，血纤维蛋白800。这群人很小心救人的，像是坏人。我们赶紧走吧，坐电梯直接到车库。啊，烂差事总算搞定了。 我现在准备下线了，咱们未来再见吧。听着，马诺，我有个事儿，能借你的车用用吗？嗯，我跟 Misty 约好了，不过我总不能坐地铁吧，不然也太没面子了。哥们儿的面子我得拾起来啊 ，Jack， 不过就这一次。啊，救命恩人啊 ，V， 谢了，不然我先送你回家。啊，那你来开吧，我现在没力气。 差点忘了，得给何哥子打个电话，告诉他事情办完了。使用手机，这个，电话都在这里。V，
样？客户还好好活着呢？可以这么说，算活着。创伤小组把他接走了，他会好的。太好了，你的钱在我这儿，随时可以过来拿，现在过来都行。不过我猜，现在你只想回家歇着吧。NCPD 已经把沃森区围了，那边正在戒严，不想被警戒线拦住，那你最好麻利点。多谢你的提醒，我过一会儿去找你。有消息说 NCPD 要封锁沃森区，如果今晚还想回家睡觉，你最好有多快开多快。交给我吧，马总，我来开。你来开，好。保险刚刚升级了。新任务买卖，哦，我们到室外来了，看看夜景。在夜之城可不能闲着。我是搞技术的，不是什么区别，不过就大了一点。不，万能。这里不一样，摩根黑手、安德鲁·威兰、艾登重锤，都是这儿的传奇。靠，都饿死了，咱们去吃点硬菜吧，你说呢 ？Jackie， 他们要封锁沃森区了，没忘吧？啊，操！你说的对，是我疑心病吗？就知道后面那辆货车是盯梢的，紧嘎的，大飞没找到。有敌人来了，拿出武器。OK。别动我！别动你的裤子！他们开快点 ，Jackie！ 快点！他们这么晃，我开个毛！以后再说吧，现在咱们赶紧回家去。没关系，我以后再抢别的车。警察，歌舞伎局，听上去好像蛮不错的。沃森区已经封锁，等待下一步通知，这是必要的安全措施。警官，女士，遇到您，我们真是太他妈走运了。是吗？那你说说我有什么不一样的？一颗金子般的心，因为只有您这样的人，才能理解我有多么需要回到我姑娘身边去。你的女儿？可不是嘛，不回去的话，闺女儿担心死了。这家伙演技派。看我，我想努力当一个体面人。他给了我一个机会，在等着我呢。嗯，太感人了。你看他，虽然算不上什么模范市民，但是个好人家的孩子。放他们过去，不过这是最后一辆了。好吧，你们走吧。祝您晚上愉快，警官、女士。我就这样混过去了。他还挺喜欢你的吧？那必须的，我
用我的一片真心打动了他。我靠！对，这家伙，我对感情厉害，忠贞而坚定。嗯，而且不浮夸，你懂的。这家伙是演技派。哦，剧情来了！你看，哎，出事儿了！他们来了！你们开枪！看着不像普通的假枪犯人，因为他们不是普通的挑子，这是暴恐机动队 ，CPD 自己养的精英打手。如果案件大条了，那他们就会过来。那边那几个二逼，都不够他们塞牙缝的。就这么短短的两分钟。戏演完了，就这样没了。这帮倒霉催的，太弱了，真是他妈活该。他正在预示你可以按下圆圈，他跳过行驶。哦，这边可以不用看的，可以直接跳过的。我们看看夜景。你家就在前面。那你怎么办？现在海伍德可回不去了。没事，他们会放我过去的。你确定吗？当然，我可以再打一次和气的杰克。那就做个好梦吧。到了，替我给 Misty 带个好。我会的。I love you。坐电梯去公寓。夜之城的观众们，晚上好。今晚我们的第一位嘉宾是找我电话。之前忘了，我认识个黑客。手里可能有你用得着的东西，这就把他信息发给你。用自我之物赞美天赋。听不到哦，这些支线。第二位嘉宾是 Karina Lee， 这是支线。这是个节目插管，旨在推广赛博植入体的使用，备受大众的欢迎。见到你非常高兴，美女。我挺好的。你就是夜之城啊。那么，我想和两位聊聊，如今市面上好，在这边看看。也是最最抢手的植入体。这破门又坏了，这是第三次了，都是垃圾。前两次都是我花钱找人修的，都是一群骗子。嗯，这就是我家。哦，我家长这样。洗手间。哦，那边。哇哦，这边有这么多。哦，这边是装备区。啊，这边可以挑武器啊什么的。这边呢，哦，这边可以拿装备。OK。把这东西全拿了，能拿的全拿了。啊，这边就是一样了。那今天的视频先到这边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喜欢的朋友请订阅我的频道。